这是干嘛？飞牌。拿牌要干嘛？飞断黄瓜。你这是一武林高手，在多短的距离里面是有杀伤力的？我能飞50米。啊！哇，高手！飞牌50米，你在公安局备案了吗？飞花摘叶可以伤人，就是这么，这武林的最高境界。但你比飞刀还厉害，就拿牌当刀了，铁牌。普通的扑克牌，你可以检查一下。但我相信他应该是，应该是。你上去看看这牌是不是真的。你这11年你摧残了多少黄瓜了？具体没算过，但是飞了2万多副扑克牌。2万多副扑克牌飞掉了，天哪！可以。所以我们中国的民间就藏龙卧虎，这太厉害了，这50米他可以飞50米，哇！普通的扑克牌，好。我今天来到这个中国达人秀，想结合到中国的武术，推向全世界。我今天就是想挑战自己的一个记录，100秒的时间内全部飞断，希望大家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对武林高手只能说一句 yes。 表演很特别，准备好了，所以我说 yes。 我在非常冷静的前提下考虑了小松的这个 yes， 我觉得我不得不跟你，因为我不想成为那根黄瓜。恭喜你晋级了。这次我有一点小小的失误，但是总体来说，春老师对我非常的照顾。下一次不仅仅带来的是黄瓜表演，还有共决的表演带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期待。